好，来开箱。啊！我这个好整齐啊，好整齐。哦，我喜欢这种，这样直接就可以拿掉了。好，我们先放地上，然后一一的把它打开。来，打开。哇哦！这个都是土，我拆一下。好，清理完毕啊，这个也是没有给那个名字哦，我们要自己查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来奴布拉哈，奴布拉，长得跟画面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奴布拉这颗55块，55块。这个以前就很想买，但是以前买不起啊，所以现在55块可以买的哈，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它会整个红通通的，红通通。好，这个品种以前就有了哈，以前这个品种好像蛮贵的，至少100块。好，现在只要55块，所以现在可以入手了，各位。它非常的好看，有没有？这个它到时候就整个红起来，会很好看哦。好，这个是奴布拉，下面一位。好，哦，这个的话，这个要等一下，因为这个形状的有3颗，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，长这个样子的有3颗，所以我们先放到旁边去，等一下再来辨识一下。好，接着来。好，这个我认识哦，这个叫做是笨巴迪斯哦，也有人叫他本巴迪斯。一点都不笨的感觉，为什么会叫它笨巴呢？好，很好认哦，就是它会旁边这里会有一个那个，有没有？有一个纹路啊，很好认。嗯，笨巴蒂斯哈，这颗一样是55块，55块。我这以前很贵哦，现在只要55块哦，这真的可以入手了。嗯，这个品种。相当的好看。好，下面一位。好，哦，这一颗好，一样先处理一下。好，这颗的话是正品，这颗是叫做林达珍哦，林达珍，长一样嘛，对，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那个边缘有点像滚白边，蛮好看的，然后有点紫色的感觉，还蛮喜欢这一颗的。这个是送的，送的，非常好看，林达珍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位。好，继续。哦，又是这一颗哈，3个长一样的，
好，这是第二个，好，长很像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辨识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接着看。好的，哎，这一颗来，我们来查一下这个叫啥。来，经过比对，这个应该是蓝漩涡，蓝漩涡。哎，好，之前就有看过这个品种了，哎，蛮好看的。它应该比较包起来会更好看啊，包起来会更好看一点，就是蓝漩涡，蓝漩涡。好，这个的话是65块，好，65块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位。好，继续。哦，这长得有点像个彩虹糖。嗯，好的，没错，那就是彩虹糖。彩虹糖，嗯。好哦，这个是三颗100块的，就是它有一个组合是三颗100，所以这颗只要33块了哈，33块彩虹糖。好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吉普赛，吉普赛。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彩虹糖了，就不要再去买吉普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一位。好，继续。哦，哦，哦哦哦，这个是啥儿呢？哦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晨露，他竟然给我双头的嘞！怎么知道我喜欢双头的？看一下，应该是哦，晨露，哎，这也是3盆100的组合哈，3盆100，这样一颗33，好，一头只要十几块，这个之前一朵要200块呢，在那个什么地方，哎，我们就不要说它的名字哈，现在已经降价降下来了，好，掉了一片，那片没关系啊，那片果冻了。好，好，这个是晨露，晨露，哎，红冰红的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好看哦，晨露，哎，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，我印象中的比较绿。好，晨露，下面一位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这一颗叫做是不知道。来，好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啦，高贵。啊，因为它寄过来会有几天的那个包在箱子里面，所以会有点贪是正常的。哎，好，高贵啊，希望它可以长回来变这样。好，下面一位，好，接着看下去。哦，这个反骨的，这应该是这个利比亚吧，虽然长得不太一样，但是有点像啊，对不对？有点像，好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也蛮好看的，反正呢好看就好，名字不重要，名字不重要，喜欢比较重要，
名字跟价格都不是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一位，好，好，一样不认识，来查一下。好，经过比对哦，这个应该是这颗啦哦，这颗鹿心达，鹿心达，好看哦，好看。嘿，对焦。好，这颗是鹿心达，鹿心达。第一次买这个品种，蛮好看的。好，下面一位。好，下面一位。好，又是双头立，是不是这个啊？应该是吧，璀璨，璀璨啊，又给我双头立，好，谢谢啦，璀璨。好看啊，这个非常好看。来把卫生纸拆一下。璀璨，双头啊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，好看吧？我喜欢它这个叶子的感觉，有点像那个大明月啊。但是它不是。好，下面一位。嘿，哦哦哦，好，这个也是那个认不出来系列哈。但是这个应该可以确定啦，这个应该是霓虹灯啦，这上次有买过霓虹灯，这个超好看的，对不对？75块，这应该是霓虹灯啦，因为它的叶子啊是平滑的，不是卷起来的。好，刚才那两颗都是卷起来的，刚才那两颗要再辨识一下，这一颗的话可以确认啦，是霓虹灯，75块。上次那颗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上次那颗要300啊，这一颗是75，好吧，75，赚到了，好看对不对？好看，赶快跟我说好看，底下留言好看，拜托。霓虹灯，好，接着下面一位。好，然后接着，好，这个，这不用多介绍了吧？这个大家都认得吧？绿燕嘛，绿燕。结果绿燕的话，35块，哇，35三四头，这可以啊，这个35。好看啊，这个绿燕，赞。好，这是咱们的绿燕，这个我超喜欢的绿燕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它会整个变成火烧的感觉，所以才叫绿燕啊。好，来绿燕，下面一位。来，接着，好，这颗的话叫做是玫瑰夫人，玫瑰夫人，这颗的话是39块，39块，我是为了这颗买了这一整批的哈，为了这颗，然后就踏进了他的卖场，
然后发现好多漂亮的植物，所以就买了一堆啊。这个玫瑰夫人好看，相当的好看啊，有没有？非常好看。好，戳一下，头在哪？头在哪？头哎呦，怎么给我反方向装呢？哎呦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是不是不同人装的？这卫生纸竟然反方向装。好看啊，这个玫瑰夫人非常的好看。嘿，对焦是不是好看呢？非常的好看。好的，下面一位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哇哦，最后一个最惊艳啦，哇，这一颗有没有传说中的粉蓝鸟？这个厉害了，这颗只要75块啊，哇塞，你们看一下这个，太扯了，这个粉蓝鸟这是真的吗？这颜色好好看哦！这是真的吗？粉蓝鸟，好，75块的粉蓝鸟，吓到我了。好，我们来辨识一下刚才那两颗辨不出来的。好，好的，来，经过我的判断哦，这一颗应该是。右手边这颗应该是红原之舞，红原之舞这颗要75块，左边这颗是沙伯之舞，沙伯之舞，哇，带几个仔呢，一国两国带小仔的，沙伯之舞，左手边沙伯之舞，右手边是红原之舞，它这个比较不卷，沙伯之舞的话比较卷。好好，如果有讲错的话，你再留言更正一下好不好，留言提醒我一下，因为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好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